时候啊，你可别因为输了钱对着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呀。布袋戏偶穿上欧洲风格的服饰，说着一口流利的国语，配上色彩丰厚的打击乐，演出的戏码是古典音乐中的士兵的故事和卡门。颠覆传统的方式是由新传打击乐团、金英阁电视木偶剧团和光岩指引戏团所共同合作所带来的《当士兵遇见卡门》音乐会。所以我们刚开始是用台湾话去练习配音，发现到台语配音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东西跟那个西方的东西会有一点点会觉得有摩擦。那摩擦在这样有冲突的状态下，后来我们就慢慢尝试，我们改成用国语来配音。那甚至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一个概念下去做一个戏剧的一个张力去当主轴。Hello， 帅哥姚赛。大胆使用掌中布袋戏来诠释西方戏剧，并且将古典音乐中的管弦乐改编成气势磅礴的打击乐。最特别的是演出当天会安排大型美女指引偶穿梭在观众席走道来担任说书旁白的角色。到时候会有两公尺高的指引偶，那这样两公尺高的指引偶呢，会在我们的观众席的时候呢，会在黑暗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它了，不需要灯光，因为我们有黑光的效果，所以用黑光的指引偶呢，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这个故事。团长表示，透过布袋戏偶和打击乐的跨界合作所带来的《当士兵遇见卡门》剧场音乐会，准备在28号的丰原湖的动画中心上演，希望借此带给民众不同的感官冲击和体验。记者李建良台中采访。